我觉得最靠近的就是去那个什么印度尼西亚 你自己去啊，印度尼西亚。我不要，我是不要去 Bangkok， 我是不要去，你叫我去 Bangkok 印度尼西亚就很近嘛，对不对？印尼巴厘岛啦，还有巴丹啦。马尔代夫，也是有几个小时哦，六个小时。不然就去什么斯里兰卡啦。没有，没有了，哎呦，没有就去看看啦。去啦，走啦。我想去，我的friend全部都不要去了。我的friend同学全部都要去那些比较大的城市啦，他懂的城市。我是要去斯里兰卡，不要。然后去哪里啊？ 什么缅甸不好了，所以你看还没有去就说不好，真的没有，我是不管的，我要去就去看看，因为我觉得去过就去看看，所以你才知道好不好嘛。 越南好吗？我觉得越南不错嘞，我去过。热。我上次跟公司讲，别家公司，我说给我去越南嘞，五天我就去吃他的粉，很好吃。粉，那个US ex president Clinton 去吃过的，去那边吃，粉，去那边做 massage。 越南的那个 massage 不错嘞，去那边做两次，massage， 我的 group 的人也是去做 massage，然后去买那个越南的咖啡喽。